手面前，我当然要好好表现表现啦。当然了，不只是栗子酱，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鱼藤。我们这就联系鱼藤，看看他在做什么吧。哎哎，鱼藤，栗子酱好像已经连线过来了。啊，已经开始了吗？哎呀，各位选手们，好久不见，鱼藤，我想死你们啦！怎么样，今晚的夏日庆典，大家还看得开心吗？来来来，借此机会，我也来带着大家一起采访一下现场的驾驶员们，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想说的话。齐齐娜选手你好，请问对于你马上要时装了的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吗？导播说我 CD 还没公开，不让我发出声音。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这可真是史诗级削弱啊！嗯，但我一定会把整个赛场炸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下一位下一位。哎呀，九重选手，请问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个赛季，你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下个赛季，那可就有的说到了。我和一只可是为这个赛季准备了好久呢。还有还有，你一定得去看看弗拉明哥的样子，一身的装扮简直酷毙了。嗯嗯，还有呢还有呢。哎，其他的内容可就天机不可泄露了。啊，好吧，那就下一位。请问这位机甲要作为新机甲前往赛场了，你激动吗？乔安娜小姐，决战平安京的联动非常成功呢，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吗？决战平安京联动确实很开心的。说起来，现在是在直播吗？也就是说选手们都在看吗？是的，选手们都在屏幕那边看着哦。那我也给选手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在这次联动之后，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加精彩的二期联动，还请选手们到时一定要来玩哦。好的，最后是雨桐选手。哎，雨桐人呢？我听说之后还有个主题赛季，他和极光都会再次回归宇宙遨游天际的呀，我还正想借此机会采访他。啊，你说雨桐已经待在训练室一个月没出来了，这可不行啊，你们赶紧找他去。不好意思啊，刚刚出了点小意外哈。总之，采访完了驾驶员们，鱼头我就来透露一下另一个选手们一直很展示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在 PVE 里，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同难度进行攻略的，鱼头我就先选个简单的吧。有了，大家快看，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机甲工厂，据说这是基点战争时期的一个神秘机甲生产线，这里生产的都是什么样的机甲呢？敌人出现了，看我用机甲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打完一波敌人后，更多强大的敌人就会再次袭来，这是当然的啦，游戏就是要难度越打越高，这样才有挑战性嘛。来来来，把我的意大利炮拿来开炮。然后一个战术技能，哦，还好两个副武器上高点，没有没上去。哎，救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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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飓风，哎呦还有亚瑟，哎呦好危险好危险，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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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有房子，赶快找个地方溜。哎呦不对，切个去啊，小心点小心，有人啊，人太多了，都躲起来。哎，有小人儿，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六枪七枪八枪，一下都没中啊，你这球有问题啊。哦呦，苍狼小心快跑，走房子躲起来，苍狼没法轰的。哇，火焰喷射器，哎呦快跑快跑快跑，哎呦我的天哪。哦，还好还好还好，哎呦我去苍狼，哎上滑板滑板，被热刚的武器打到了。但是阿卡夏他现在还是比较灵活的，他定位选择个热刚一撇长盾欧面啊，一枪好中，两枪好，三枪四枪中，哎呦我的天哪，好非常棒啊，哎呦我的天哪，至少空了三梭子，然后这个双方也是溜了，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我的妈呀，我真的是看傻了。哎呦外面苍狼小心机甲，没机甲啊，先躲一下躲一下。哎呀，看完了夏日冠军杯比赛，栗子总要感慨，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栗子叫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驾驶自己的机甲在赛场上帅气的冲锋呢？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移到赛场之外，和另一群优秀的选手见面吧。注意了注意了，一大波同人作品即将袭来。
听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还要参加开学典礼。弗拉明哥，马上下架投降！重申一遍，立刻下架投降！如果有危险，可以自己先跑，我比玩具更重要。是，他说的对。俺这是路过荒郊，被大哥打进了医院。啊，我不打了，我走了。是栗子最满足的事啦！今年的夏日庆典结束了，但激动都市还会有无数个夏天。
栗子在下一个舞台等你们哟。